大金。神秘学，各位神仙大德，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，众生阿弥陀佛。咱这节呢，就过来讲六祖坛经哈，风水真经哈，内底禅这个六祖坛经。咱顶节呢哈，就讲到这个，或者。祭天哈，祭天回想啊，江西人名形象，好，要来暗杀哈，予人搜数搜数的，来要来暗杀这个六祖，哈，咱慧行大师要出伊个法医啦，哈，要将伊传的法本，好，要出这个。那么这个代志呢，好，咱的六祖一知啊，六祖一知，啊，六祖呢，为了要消了。丁蛇业了，丁蛇业啊，所以伊欢喜来接受。但是迄个时阵啊，六祖伊有现神通，所以这行冲呢，张行冲这个劫数啊，要杀咱的慧能大师，伊阿毛棍啊，好要杀，好咧杀，结果扑三下咧，拢无损伤就对。哈，所以呢，伊甲咱讲，正剑不邪，邪剑不正，只负你剑，不负你命。哦，就是讲咱人每个人来到世间啦，有欠是金钱的债，哈、哦，照讲是无性命的债。咱人咯往往呢，哈、哦，一时糊涂啊，哈、哦，名利心伤重呢，哈、哦，所以迷失去家己啦，将伤害人的命，这种因因果果呢，是讲唔知当时才不会说。啊，有一个故事呢，嘛实实在在代志，当有一个雕的，一个皇帝。这个皇帝的吼，啊，请一个和尚啊，一个法师，一个和尚，啊，拢行棋真好诶，变朋友。啊，行棋行咧，啊，有一到咧行棋诶时啊，时机一年到，吼、哦，这个皇帝一转咧，啊，右近军呐、啊，杀头抬啦，吼、哦，军呐、啊，将军呐、啊，杀啦，将军呐、啊，将军呐、啊，杀啦，啊，右者近呐，都走去内底放尿啊。啊，倒出来嘞，找无回收。但孩子，那你回收呢？你讲叫我滚下个台，我来抓个台掉呀。好、哦，啊，就个台呀。伊问讲，嗨、哎，我都是解放尿紧，啊，尿紧嘞。哎，我都惊解滚呐。他那孩五杀人，啊，伊就问这个将军讲，这个回收伊国有讲什么话无？这回收呢，足欢喜，笑哈哈。伊讲在等，就等一天。但一天呢，丁四人这皇帝呢，甲和尚丁四人结完五台去，啊五台迄个就现在皇帝，啊伊就一直吹吹吹吹，等有一天这里消了，行煞，行了，吼，啊但是这个和尚呢，伊无怨言，伊在等一天呢，放五煞开始以后呢，吼，啊这消了行煞，那无后四人一定又搁走来吹，下过来这个高步。啊，果报若是若讲无开悟时啊，会造成呢心怨，后世人怨伊太医，所以生生杀杀杀杀生生。咱来伫世间啊，哈，互相烧香散啦，咱呐尽量避免。若无呢，后世人一定免惊换人太难，人太难。啊，回想呢，民国75年啊，吼，74年啊，74年的时候，我都。有一天呢，咱就三月，我会记足清楚，3月11，
三月十一啦，吼，我都来南投，共看厝，来看厝啦，含我丈母、含太太咧来找厝，安算要搬来南投，咱来住南投，安尼较清净安尼。啊来啊是啊，都找无厝，往找找找到有一天咧，经过人一家咧厝内底王姓人、王姓人。种园的时阵，闻到人去臭臭味，生开的臭臭味，肉吼，安尼叫做，迄叫做这个，叫烂鱼的味，吼，足海味的。我一直一直家己吹着，我这顺着地行地吹吹到位来，啊，就原来这人王星一只，都王星爷吼，啊，这做佛事，啊，这拜拜的，哦，迄种臭臭味有够歹味的。啊，我昨下闻到吼，那味足艰苦，一直要吐。啊，等下咧。迄天咧，好，迄面我家的，我太太讲，哦，我今日去南投呀吼，啊，去闻到一味，吼、哦，有够歹。啊，迄面咧，老祖咧，伊讲你莫食醋啊，你食菜，吼、哦，食菜食十五天。我嘛无想到我十一拄到十五，拄二六，三月二六，王祥老祖的圣诞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就好啊，就安尼食，就反正都味足爱味的，马反正莫食马仔，就开始拢。初三鱼肉拢无食，啊，就干脆就食菜。啊，食到王祥老祖生日咧，我才想，哎，我去设计啊，啊，都十五天，半个月食十五天。我想好，等到老祖生日以后咧，我才要来食本、食旧本咧。啊，只老祖生日了咧，三天来歹势食，到第四天咧，都含太太含囡仔，再去台中咧东山路一个土鸡啊，啥呀去食，啊，就土鸡就食半，来半只只半只鸡酒鸡。好，包只鸡酒鸡，好就食食一点阿多尔，系啊，吼，巴肚胀到还是有够大粒，胀到呢，伊足艰苦啦，那像只比较引擎咁款呢，有小宝宝呢，巴肚遐大粒咁款呢，吼，足大粒诶，嘿啊，足艰苦，哦，我太太讲你是安尼，我叫爸爸你是，我足艰苦，巴肚胀到三拢胀，奇怪，我皮无偌大粒，迄个时阵呢，皮会胀大，那是几贵啊呢？我讲老祖吼，甲佛菩萨滴滴甲发，吼，我今日忏悔，我卖好死咧啦！我但唔知我食啦，我卖食啦吼！啊，我阿伯来食，我直接食。啊，一时啊全消咧，我食个菜面肉，食肉片菜，我甲食肉片菜，安尼迄条食食，都刷下咧，刷下咧，经过过两个外月咧，我唔相信，我甲试一间看卖咧，换别间土鸡啊啥，啊食了嘛，照常是照常涨，吼，我全卖食。过半年以后啊，啊有一天呢，我太太讲你啊，安尼吼，你足无方便，我规家拢食这個，你干你食这個，我足无方便嘞。吼、哦，你干买，干老早一要求嘞吼，互你方便食，我好啊，无我就方便食嘞吼。啊，到迄暗，迄暗嘞，还袂困，之前我一直先打坐嘛，打坐的时嘞，开始嗨啊，看了规大阵咯，无碎片，无头壳个，无阿毛棍嘞。啊，可无尻川皮的，欠一支脚，欠一支手的，腹肚哦，肠啊肚，外面流汤，外面水，啊，空了，乌龟在空呢，吼、哦，规阵啦，有的牙那是卡片枪啦，不是卡在枪啊，有的牙棍啊啦，牙低头啦，牙刀啦，一直吹，直撞出来，我嘛迄阵我想啊，反正我咧学坐禅吼，咧坐禅反正都幻境咧，目睭变金嘛是啊，规间厝内底啦。我迄个时阵，我就去着惊。哦，我是安尼，家己无完无收咧。讲你食我肉，啃我骨啦。讲你食我肉，啃我骨，我哪有？你爱食我脚，啊，你爱食我头，爱食我身，我才是啊，系啊，就是爱，就是我爱食的，拍鸟啊啦，食遐有无吼？啊鱼啊啦，我细汉都真够电鱼啊咧，头鱼啊，跟东头去高鱼啊，你直拢做些。他是规定，吼、哦，有够济啦，有够济安尼，直要撞起来，啊，玻璃弄到破了了，安尼就撞起来。我说伊吼，真是该起着惊嘞，哈，啊，规暝拢无大困。我清早嘞，我阿是直接清醒，那老祖师尊啦，我啊，老祖这啥嘞？伊讲着你在生嘞，所掠的鱼啊、爬的鸟啊、学台的物件，你看看只嘞，学电的只、头的只嘞，哈，到过去生的拢来偷笑。我到尾安怎？好，我迄阵时，我干嘛要用易经在讲结缘尔？我无咧信道，我爱做法会，无咧信道做法会爱超度。啊，就是安尼原因啦。吼，我好啦，无安尼，请示老祖，老祖伊讲，你爱去请做法会上经，吼、哦、来个超度，释然为超度。啊，我这咧点香咧，我讲恁家吼过去有结只冤，有济人啊，吼、哦，我都嘛唔知道。
吼，啊，都即个，我甲你抬，甲你食，甲你揢你个棍，吼，啊，都我嘛唔捌啦，吼，即摆知我忏悔是咧，吼，我咧吼，我会明年咧吼，我会设即个叫做来超度，啊，明年咧吼，啊，我就设超度，甲恁报，或者甲恁创啥，甲恁拜，吼，甲第二年我才开始设超度，就是安尼啦，啊，才上经超度，啊，超度咧，吼，几大天就来啊了。几大天来是有够济呢，迄个时间又搁遐看，足奇怪呢。平常时无啊看，好了了就看了，足艰苦。已经是大汉。啊，都有一天，就迄天三月二六，咱就连续上三经，三天的经。啊，三天经呢，就是超度有诶祖先啦、完成祭祖啦，连为咱伫台中楼顶尔，啊，就设伫楼顶，设楼顶咧，迄中岛咧，啊，就连为拢请来，请来咧。我就苏联位咧，迄阵较少信徒吼，较少三四百人会三会联位安尼尔，啊拜拜咧咧，向我看单外口咧拢袂当一摆，单拢袂当一摆啦，拢伫外口啊门乖乖啊，啊都咱咧打咧安尼尔啦，袂当一摆，啊袂当一摆，我则甲恁三师兄咧、阮兄咧吼，较早以前就专门上京，我下无无人啊吼，你单啦拢袂当一摆，你是怎怎样？迄、那个昨暗的你家叫做你有风有啊师傅甲教的是，教若要上紧，一直爱静断，静断咧，四个头固掉，煞无法度一摆，无法度一摆，我则去拍开，甲贴化开，规只拢撞一摆，一摆是啊，想讲嘛很凑巧啦，啊很凑巧，规只就拢撞一摆是啊，连位都倒靠翘，连位都白白拢倒靠翘，好我规阵啊！啊，规日迄阵我嘛戆啊，啊唔捌嘞，啊林姐就吼，规日无穿啊无穿衫，乱七八糟，有够济，拢撞起来。我打海啊，讲那无发啥好穿啦，我唔捌，好敬意无烧啊，爱先烧，我发火也是敬意爱先烧，好穿，这是吧？吼，啊规大天拢撞起来啊！才对迄个开始有这经验，讲若要超度的时啊，你经衣无穿，防烧防穿的吼，拢啊有全部穿的咯，规大只拢撞起来，撞起来，稀稀糊糊咯。哦，遐啊，安尼在食拢用抢的，桌仔顶看咧，规桌安尼，毛滴很奇怪，那抢了无，啊都好啊，还佫抢的，好，规大只那腰缩缩，啊米包咧吼，米包我创米包，米包袂用经的，好用规大只按摩，安尼抢。我恁是抢啥？伊讲，哼，要抢，要扛转去。我奇怪，我都无几包，创二十几包尔，恁恁红光都无去啊，红光都无去安那。阿爸，阿我抢，阿原来了，因把这个绳子啊，直光，直走。我奇怪，那像重叠，那直顶下直光。迄时在体会哦，灵界、灵魂世界啊，伊伫这个世间的是在生那往死，或者讲。啊，这条都真不幸死去的时啊，啊无人一家人孙啊，甲供养，无家人孙啊，甲超度，无甲拜的时啊，伊无他食，无他食嘞，所以伊就咯爱靠人普渡，普渡的时来遐叫他食。迄阵呢，我才甲你深深体会讲，哦，灵魂世界啊，灵魂世界原来有另外一面。无看到无啥，当一旦你看到时，了解讲，这灵魂世界无他食一口，啊，转了就发觉啊，咱世间人啦，足糟蹋物件，真未少福，真未少福。一旦甲灵魂世界的时啊，做灵魂幽魂的时，无他食一口啦，确实的，咱也感觉真正，这为他们啊，为因啊，会落泪，会流目屎，看伊咧食比非洲遐较可怜。比非洲无他食较可怜，所以咱人啊，伫世间啊，咱啊无创啥，咱都无必要。人甲人中间莫结怨，莫结怨。啊，咱若会当受福，尽量受福。啊，有一天呢，当然咱伫灵魂世界时啊，咱灵魂界无这个身体时啊，迄阵要食较少。那么，我讲倒来讲，咱若在生无修啊，死了后咧，要靠人甲咱供养呢，确实真拼咧。啊，当时啊，遐发火，你才去一抓，啊，伊若无信、无请，你就未当来呢，未当入来呢，未当入来食呢，啊，照常偌啰嗦呢，是啊，真可怜呢。啊，所以咱在生有修啊，吼、啊，是有念佛、有修的时，咱往生，咱
走了以后呢，咱就免讲靠人讲来甲咱哦，来甲咱超度，免靠人甲咱超度啊。所以咱人爱较骨来念佛，用着阿弥陀佛骨来念。好，咱往生以后呢，咱来家己会，我都解决家己，免讲啊靠人讲爱有啥物来，好多来普渡才有通食。好，所以这个咱人啊吼，伫世间唔通结弯。哈，咱六祖咧，这段的这个伊实在事例啦，就是祭天啦，甲伊过去生有真深的缘的咧。啊，这生咧，要当是要爱伊的命，哈。啊，所以六祖伊知影讲啊，这个业力现前咧，伊将那种的钱的，哈，从金马吼行伊，哈。啊，安尼来咧，消了一个业，了一个缘，哈。所以咱人啊，伫世间啊，那做一挂缘啦。这一定有报的，不是无报，一定有报的。咱了解信徒，这信徒嘞，伊会真爱做一个伤天害理的代志。啊，我讲你会针对你的囝，伊干那个，你的孙唔相信，伊讲哈好笑啊，我安那，好我咧做歹。啊，结果无偌久嘞，过阵三年啊四年的时啊，拄啊都换伊的囝，伊的囝生一个孙，啊生一个孙嘞出来的时啊。面啊，歪一边，边边安尼，圆安尼，说边安尼来，边安尼来。啊，边安尼来嘞，有一天嘞，伊就用囡仔抱来话，我这囡仔佫活无几工啊，吼，这孙啊，活无个。假使你勉强来活来吼，你都活有咧活一世人。吼，这你过去对人所伤的，做出这因因果果的代志，会报你的身躯顶，唔是无。啊，就抱倒去嘞，啊，就过些两三工的时，啊，囡仔就往生啊。啊，王星呢？这个人啊，吼，咱这信徒呢，迄暝呢，伊的孙就真不满，孙呢在梦中讲你吼，阿公吼，你坐遐嘞，你给我无这机会伫世间，过来世间，给我安尼，给我足不满，真恨你。啊，怎呢？哈，就精神起来，佫困，就安尼些。啊，这走起来，讲老师唔知要安怎，我咧想去求圣王，圣王爷。啊，求圣王呢，在都做主摆在这里，啊，甲你忏悔。去圣王爷嘞，去个超度吼，因那发挥超度，啊去迄个忏悔，哈，爱好我叫你去做，等下再去找圣王爷拜圣王，啊圣王嘞有答应背，或者只刷，再家己感觉讲，人啊伫世间呐，唔通，吼，家己欢喜要做啥，无管他人呐，吼，这会家己顾家己呀，啊，所以咱是信徒以后嘞，伊就拢将伊的种种伊的故事啊，哈，那亲戚伊就讲个亲戚听。好，讲伊嘛，而且这个人嘛，啊真坦白，讲我犯错，唔好对我个犯错去啊。吼，所以因因果果一报啦，一定有，唔是无。吼，各位爱注意。吼，咱伫世间呐，真难得有一个好姻缘，好姻缘呢，咱大家好啊，爱珍惜这个缘分。吼，唔好意气用事。吼，意气用事的时啊，就无啥对啊。吼。那么，这里六祖呢，所以这里业啊。好，报这业报，就是报身的业报有收嘞，啊，就兴煞嘞。到尾这个祭天嘞，到尾就安尼出家啦，出家修行啊，哈，有一日啊，这个祭天啊，回向到的师父啊，的话啊，好，原来的礼观啊。维新电视台儿童学艺经营。六祖嘞，伊讲讲到，你要出家暂时无依，因为有人会甲你害，你紧来将这钱啊摕转去，摕转去，互你啊，人家偏偏出家修行啊吼，啊遐贪的人呀吼，啊你叫钱摕倒去，啊你改头换面嘞，再来出家，哈、啊，所以有一日啊，咱的迄个叫做祭天啦、啊、哈。这个好多姓名是姓张啦，张姓张这个啦吼，伊就想起这个六祖的话啦，啊特别走来看这个六祖，啊师爷，我救了你，你来何怨？哈、啊、呀，哈、啊，咱梦回想下罪，今虽出家苦行啊，终难报德，即为传法度诸度生哦。地主上官上南啊，涅槃经微妙上无上义，吸回向慈悲，略为解说。师爷，无上者即
佛性，有常者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呀，呀，哈，回想所说大为经文，书呀，我传佛心，传佛心印，哈，安敢为依佛经呢？呀，经说佛性是常，回想确然无常，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，皆是无常，回想确然呢是常啊。出席成为令学人专家义学，需要涅槃经啊！我少听，哈、啊！我少听你无尽中，哈、啊！读诵一遍，便为解说，无一字一句不合经文啊！乃至为你将无字说，也学人适量浅昧，愿回想。委屈开始啊！这个张兴昌啊，这几天啊，有一天来拜这个六祖哈慧能大师啊。啊，咱大六祖咧，甲讲，我久念你啦，你何来何啊？我足久在咧念你啊，你干那么个今日才来呢？那才晚才来呢？时机还没过去啊！所以各位啊，恁咧修行的时，那拄到一挂师傅咧，讲你那这慢。接阿曼才来，你应该当时爱来啊是，这里这句话啊，恁都爱注意啊，恁都爱顾啊。那安尼是恁都爱好好啊，静心来印证，印证印心哈。那真正阿曼姐，好就有这缘呐，那就爱拜在这个门下，拜伊个门下咧。一旦甲你讲你，那甲即摆才来的这师傅啊，吼，甲你拢真深的缘分。真心缘分，而且呢，修嘛修真好个，咱就安尼拜伫个门下咧，好好修，好好修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咱呐，哪家属有听到这种会师傅甲咱开示的人啊，咱爱着好好修，哈、哦，真真在个门下里修，哈、哦，那无咧，这时机呐，佫一年呐，佫过啊，哈、哦，后是以后了，要回到当还是开始作恶，回想当时啊，我第一届去见咱个叫做祖师啊。伊讲我十二年前就伫找你，但到即阵你才现在来。我十二年前我啥我都毋捌，我咧做工事，吼、哦，暗时去咧，人客去啉酒，二时做工课，啊咧，弄啊咧东奔西走尔，我嘛毋知啥做就混，我嘛毋捌咧，啊，我嘛毋捌你啊，吼、哦，伊讲你毋捌我，系我毋捌你，啊，你毋捌我，迄句话我迄阵讲啊，我嘛毋知啥做，你毋捌我，事实我嘛毋捌你。哦，我呢个如果十二年后是啊，十二年后才过来，即啊即回啊十二年啊，你若若是你个无实实在在去行的时啊，你个十二年后咧都拍骨头，骨头做骨，骨头做骨咧讲起起口口啊，吼、哦，迄阵个是家己真系说，嗯，一个心内感觉，哦，我去认真要来修，要来学佛修行，哈、啊，即就安尼彻底落去行，就行到即摆有十三年啊，彻底落去行。好，我行啦，吼啊！你知人老师你是安尼行起来？我三块银，我三块走天下，真正三块银，我卜卦三块。啊，人来问我，你咧落三个，三块咧，啊，我落六个咧，我知影你个代志。啊，三块咧，不敢行真咧，吼，三个道场，三个道场。所以讲呀，三块银啊，好啊学咧，已经好啊学咧，三块嘛会创造一个事业，三块啦嘛会当互家己的人生咧过得真正安详。好，啊，我才一开始的七十二年正月十五啦，开始伫行道的学道，才叫你用已经甲人结缘啦，甲单咧已经十二三年啊，吼，十二三年来咧，发觉讲咱的佛法咧。圣贤所讲的法呢，咱啊，达哩，咱好好好啊，爱来领悟，去保咱正确解脱人生的路。所以我念我救我救念你啊，你来何缘何缘啊？这不是讲你现在你讲要当时加抢钱，啊，到即卖才要来拜师，不是这样，无所劫以前就伫念你啊啦。无量劫以前啊，都是在念你啊！你是安那个职业，才会要修行呢？我当时迄个时阵啊，是代表啥呢？代表伊的心，代表他的心，代表
叫做代表的标识呢，就是这个胸腔吼，伊的心。迄当时慧能大师所讲的话，就是代表心。那么佛啊，非常舒服咧，大家诶，就高精大德啊，甲各位开示的是，恁莫讲舒服的甲讲的话，即句话爱记哩。哦，唔是讲舒服甲你讲，迄个时阵舒服代表恁的心在讲这个话，自己的心，讲啊，咱的心甲咱的体是安怎离遐远去啊？甲即摆也唔知好修行。哦，是自己对自己讲，唔是对啥人讲，自己对家己代表咱的心讲这个话，若是你若误解，马上爱觉醒，好好啊，甲你精进修行。但是这个觉醒以后呢，你唔是讲皈依就某某人，唔是安尼哦。所以六祖来讲，你爱皈依自性佛，皈依自性佛。我六祖无叫你皈依我，没有。那我是告诉众生皈依呢，自性的佛，爱依靠自性佛来做人生的目标。好，唔是去皈依某某一个先生，某某一个师父，某某一个和尚，啊是某某一个道长，啊是多的一个师兄师姐，拢唔是皈依某某人。若是讲皈依是某某人呢，那依人不依法，谤法外道，叫做外道，叫做外道。各位爱注意，你来拄到哦，恁爱来皈依我，这外道做外道，恁爱弄清楚。哎、欸，你若哦，你爱皈依我，迄就外道啊。好，那么皈依自性佛，皈依自性佛，所以叫做我救了你，何你何来何完何完呢？那才来才久呢？这就皈依自性佛，咱离道了，离道遐尼久啊，生生世世拢和这个隔壳。放掉咧，吼！告诉这些我专心做查某，定心专心查某，定心个专心咧做台人，诶，做军人。过去的专心咧做鸟仔的飞，过去专心的做鱼啊。这拢是内底专心家己的内心，甲外口，这是对自己的心，甲一心讲自己的体，吼，家己给我意识。所以我救了你，你来何完呢？你来这里嘛，这开悟呢？这里换，这觉悟，这里换，这觉悟呢？好呀，这里叫做形象一个，长梦回想下坠，金水出家苦行终难报得啊！伊就讲长啦，梦回想开坠，不是长尔呢？过去都是长。过去心就是指昨天都是过去心，昨昏包括过去，佮一时一时啊，唔是什么时阵，唔是什么时阵，伊拢是昨昨梦回想下坠，不止讲昨昏过去，昨以前呢，要抬回就抬无成，六祖我要抬六祖咧，抬无成咧，啊无结果办我的罪，唔是安尼尔。过去生生生世世无量劫，拢是慧能大师啦，佛的道义，佛的道咧啊！但是咧，即摆，甲即摆来咧，向红咧，觉悟起来，觉悟过去生生世世唔对咧，什么用长者长梦回想开下坠啊，下坠，我佛的慈悲啊，佛的慈悲下坠，所以佛会甲咱下坠，哈、啊，神会甲咱下坠。好、哦，那么金水出家啦，今日虽然呢觉悟了，虽然出家苦行啦，要来修行的时啊，终难报德啊，终难来报这个回向啊，诸佛的因啊，终难报诸佛的因。好、哦，这就要提示讲，咱啊过去生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，拢无开悟，今日听到经。文化回想呢，大法师呢，甲咱开示，啊，咱已经呢有觉到，觉悟到，啊，所以出家的什么叫出家呢？出家苦行，唔是真一般头毛剃掉会真正去出家，离开贪嗔痴的家，
出家了，离开贪嗔痴的家，出家，好、哦，离开贪嗔痴的家，是为出家。若是一个人啊，讲我头毛剃光光啊，我要来学来出家，啊出来呢，哦，到这边啊，那边安尼贪啦、嗔啦、痴啦，未好势的时啊，迄不是出家。头毛剃掉的，甲犯罪无相，无两没有两样。犯罪头毛去剃掉的吼，啊，甲这个，你讲出家头毛剃掉了，贪嗔痴啦，无邪的是没有两样。所以真正出家，下去贪嗔痴，这是真真正正出家。那无咧，唔是出家。好、哦，咱定一个，好一个咧，出家会是。你叫做啊出家尼姑，啊来咧，来找我老师，伊原来做生意做好啊，啊咧，然后做这里、個，十年前咧就出家，出家咧这中间咧，伊过去所留的钱咧，伊都对着单向这拜师嘛，咱佛教甲部队同款嘛。你这个就单纯到老兵带新兵啊，老兵带新兵啊，无可能一个火箱带几大吨啊！啊，一个带一个两个三个，两个小弟弟啊，直起来听。啊，老兵带新兵一直带出来呢。啊，拄啊了，当着讲伊迄个师傅啊，哈、啊，就叫讲，啊，买一间厝吼，啊，用伊的名，用师傅一名一半，啊，伊一半，啊，就搞搞到这个迄间厝嘞，哈、啊。啊！迄师傅讲，伊若有钱，伊要给伊。结果，迄个师傅都一撮钱都无给伊。啊！结果，这个出家，这新出家啊，这个咧，啊，伊就想做安尼，啊，钱家己就摊出来买咧。即摆咧，这个伊的师傅啊，叫迄间厝袂用卖，若要卖，爱经过伊同意，即间厝名拢爱过给伊，卖啥哩咧？好，啊，就想尽办法的，这徒弟啊，甲赶出去，甲赶出去就对啦。啊，这徒弟足气，就发伊个告迄师傅啊。好的，够舒服。阿德克讲，唔知够赢无？我讲你永远是输，永远输。哈、哦，嘿，输开啦，咪舒服啦。我永远是输开。伊讲，我系安尼输。第一咧，你当时要买这间厝，你第一有贪，贪到哦，我吼买一半八格只舒服，攀缘只舒服，攀缘只舒服咧，你就想哇，安尼舒服对你较好，安尼攀缘就你足欢喜。伊讲嘿，有迄个心就对。哦、你莫怪师傅，啊，过来咧，讲你，讲下去出家修行啦，贪嗔痴诶，这三项咧，你师傅要甲你试看嘛啦咧，试看你是毋是真正贪嗔痴下条，结果你甲师傅小过咧，你出家枉费，枉费，哦，你都要下名，下你要下条，出声声句句名你要下条啊，你为何又跟我师傅来这气小过呢？你这。有这个因缘师父看你入门，哈、哦，下去贪嗔痴三毒，这个烦恼的一个第一步是啊，你应该念处，你讲供养师父要未付嘞，供养师父要未付嘞，还无够嘞，这因还无得报答报得了，无哈，这终难报，终难报得，好、哦，你这安尼一个终难报得嘞，你安尼你讲出家，我你好笑哎。讲到歹势个呢，好啦，老师，我等下再想看吧啦，你免想啦，吼、哦，拢送互师傅去，吼、哦，你来下一日呢，即声你个修行你来成功，那无你就无法做。我嘛甲讲较作弊，啊个有啦，伊则讲啊，安尼我知啊，吼、哦、我知啊，唔是师傅甲你贪，吼、哦，你是你贪，你贪，你搞生气，你要去到三地头门去发你就去阿过啊，痴咧，无痴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师傅啊，哈、哦，你要安尼讲呢？伊安尼想法，我嘛暂时我嘛唔知，要安尼伊的想法是安尼，我嘛唔知啊。哈、哦，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讲，是咱人吼、哦、出家呢，就是下去贪嗔痴、贪嗔痴的心啊，才真真正正出家。哈、哦，若是无下去贪嗔痴的思想，迄个时啊，你就无算出家咯。所以出家呢，无一定就讲我头毛剃才出家，在家修行嘛是出家，心离开贪嗔痴才是出家，真真正出家啊！各位啊，好、哦，咱在家修行嘛足宝贵的，嘿。
机会传法度众生嘛，哈、啊，金水出家苦行终难报得，机会传法度生啊，哈、啊，地主上南，哈、啊，这个涅槃经密要，哈、啊，上无上啊，有、啊，讲伊要出家的修的心愿呐、啊，愿力啊，都、就是希望回向啊，会当甲传法开，会当度生度生啊，哈、啊，度生啊。度生是度生，是属于希望光明，希望为度生，哈、啊，向着光明与希望，或者度生，机会传法度生啊，要让所有的众生啊，拢会充满着希望，充满着快乐，充满着无挂碍、无苦恼的人生啊。地主如果地主上南，常时常看到这个涅槃经。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秉持为国修德、为民祈福之心。涅槃经啊，你要想，我唔知想甲无想诶，这个意义。吸回想，吸回想慈悲，吼、哦，念佛解说，希望回想啦，大慈大悲啊，简单甲解说者，吼、哦，简单解说者。那么师爷咱回六祖大师啊，伊就讲，无常者佛性啊，这无常者佛性，啊、哦，常者啊、哦，有常者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啊，就是众生。众生是有常，吼、哦，佛性是无常啊，吼、哦，这是啥意思呢？常呢就是常有烦恼，哈、哦，之生死，哈、哦，常有烦恼的生死，或者常，啊，无常者。无无有苦恼之因甲果，好就无常。好，咱就上简单讲，就是安尼尔。好，讲是安尼，常众生常常有烦恼，一生起来啊，死生死，哈、啊，无常者佛性，就咱的心，咱的心本来面目，无这苦恼的因果，本来就清净的。那么六祖呢，伊就开始啊讲，无常者佛性啊，无常者佛性呀、啊，好、啊，有常者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呀、啊。一切善恶分别分别心呀，叫做众生。一切善恶是这个，诸法分别心啊，就是常有烦恼之生死啊，叫做有常啊。好，佮也回想所说大慧经义啊，你讲回想所讲的经啊，所讲的以上所讲啊，佮经呢完全违背经，但是。咱六祖大师啊，伊就讲我传佛心印，哈、哦，安敢为依佛经？因我所传的佛心的印心，传的佛的印心，每个人自性的印心，唔是传的表面的世间的名利，世间的名利是无常的。但是世间的名是有常，予咱烦恼，予咱的烦恼，有常的烦恼，常常颠颠倒倒的烦恼。所以世间的名利是咱有常有常。名甲利，这有常的烦恼，有常是啥？有常的这个常有烦恼之生死啊！比如啊，我烦恼今日，咱这个。赚偌济，能赚得好少，是会有这钱咪了无？这忧伤、伤伤、有烦恼之种的
念头，或者忧伤。啊，无常佛也是如如不动。所以传佛心印啊，传咱每个人，就传咱每个人内在灵魂自性佛心如如不动，这个家己，哈、啊。安敢有依佛经呢？我哪会敢来违背这种佛经的法呢？那么佛经的法呢，就是让咱教咱如何做到无烦恼，哈、哦，无这个苦恼烦恼，如如安详啊，哈、哦。一样，佛经经说佛性是常啊，非常确说无常。这个行腔啦、字帖啦、非常啦，伊就讲经所讲的佛性是常的。回想你讲是无常，哈、啊，善恶那诸法乃是乃至菩提心嘛、啊，皆是无常。善恶是无永远有诶，善甲恶无永远存在。哈、啊，乃至菩提心，咱一般修行正果者心啊，皆是无常。回想客个讲是有常，哈、啊，感觉真奇怪。处即有善，处即相位啊，念。令学人专家去，你这讲甲佛经煞无共款，让我感觉真正真正疑惑。所以咱的六祖大师啊，伊拄仔开始啊，涅槃经五小天尼啊，有一个尼师啊，甲无尽宗的尼姑啊，吼尼姑啦吼，读一遍，遍位伊就甲解说，甲讲啊，无一字一句，根本无一字甲一个意义无合经文，伊所讲啊，都拢符合。乃至为你甲今日甲你所讲的完全嘛无能说，嘛是共款。哈，学人适量千昧，愿回想委屈开始。所以讲，我本人啦，这个说法呢，真正有限呢，希望回想呢，那委屈甲我开始一下。哈，咱的六祖师爷，你如果你知无？你知晓佛性日常啊，经说什么善？诸法呢，乃至强劫没有一人发菩提心者，故我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相之道啊！有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皆物不皆有自性，永修生死，而真相，而真相性有不偏之处啊！故我说，我说常者。正是佛说无常，真无常呀！佛必为佛必为凡夫外道，即以邪相，诸自性人以相见无常，共生八道，故以涅槃了义告终啊！破偏，好破彼偏见，而显说真相真乐。真悟真正，你今依然背义啊！以断灭无常，及确定四相，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啊！众人千遍，这粒盘经有何所益的？形象敷衍大我啊！说机啊！因修无常心，佛说有常性，不知方便者。有春地下裂啊，石头的。我今不是讲啊，佛性已现前，非师上受益，我亦无所得啊。需要你今贴呢名字贴，哈，伊就按咱六祖甲号名方就发号。讲你今已经贴，已经开悟，已经贴地了解啊，所以名字贴，哈，贴地下而贴。好，所以这非常欢喜啊！然后怎啊退后就对。六祖伊就搁加这个，加开始讲，你知无？佛性那是常，那是有常的事啊！好，你搁讲个什么善恶诸法呢？那佛性那是有常的事，那有常的事，你来要安那来讲，什么是善恶种法呢？乃至恭敬，乃至一世人，几啊世人，生生世世，几啊千万年来，无一个人发菩提心者。哈，故我说是无常，正是佛说
真相之多啊，无常这就是讲菩提，叫做烦恼嘛。菩提即烦恼，就是烦恼；菩提就是烦恼。讲过去生生世世无所劫以来，敢难道敢无一个人发一个愿，希望将所有一切个烦恼会当尽下，敢无呢？事实是有，哈，拢是有。所以我讲无常啊，讲无常。所以讲咱每个人的众生啊。众生啊，心啊，拢是无有苦恼，是因果，拢是希望诶无有苦恼，这个境无恼，无有苦恼这个状态啊。所以每个人拢有安尼心就对，好、哦，这是佛说真相之道。这都佛啦，所讲每个人佛性本来就清净诶，清净都无善恶，无垃圾诶，无世间常常有只颠颠倒倒、颠颠倒倒遮诶法。这些苦恼，所以是为无常。那么咱众生呢，人呢，都是有为着世间的名利这些执着啊，吼，颠颠倒倒，颠颠倒倒，所以有常的都永远是有的，就对。所以有常啊，吼，那咱若无开悟的人，就是啊，世间的名利是无常的。那开悟了，因为世间的名利是有常的，是有常的。啊，那有常呢？就是讲世间呢，都将世间下人的这名啦、利啦，拢认为是永远属于咱的。那么佛啊，伊就讲世间的名利这一年年，唔是永远属于咱的，无永远属于咱的，就是这无属于咱的。那么咱若下去这贪嗔痴三毒的时啊，咱就无永远、永远无这个烦恼的经济在咱的心内底，所以是为真无常呀。有一切诸法都是众生，诸法就是众生。若无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永受生死，而真相性又不偏之处啊！即句就较深咯。讲到怎个？讲一切众生啊，那是无常者，哈，那是无常。那一切众生者，那体验到讲，这里叫做无常。哦，咱就体验众生皆有佛性，无一切这些苦恼，哦，无世间苦恼这些诸现象的状态的时啊，物物皆有自性。你若悟到安尼是，物物皆有自性，你就会了解每一件细件、细项的代志，大项、细项的物件呢，拢皆有自性，拢有自性。哈，啊，永受生死，永受互相。尽调和，容受生死叫尽调和的本分，尽调和的本分啊！容受生死就是尽调和的本分。物物皆有自性，就是每一项物件它的能量，物质与能量，哈、啊，哈、啊，物物皆有自性，就是能量、物质与能量，哈、啊，物物皆有自性叫做能量，物物的就是物质，它物质跟能量。好，永寿先生拢是伫互相咧调和，真调和。而真相性又不偏之处啊，但是咧，这个每一个物件内底咧，吼，就每一个物也好，人嘛好，内底拢有真相不偏之处，一个平衡叫平衡点，一个佛性佛心叫做平衡点，平衡点，平衡点，这一个物质一个能量不灭定律。这就科学啊！当时六祖甲咱开始遮咧，就是讲现在诶，咱咧科学诶科学，现在科物质甲能量不灭定律，物质能量不灭定律，咱是无体悟着古早圣贤因所讲诶，甲即个名词不同。哈，物质能量不灭定律，所以说有永寿生死啊，拢是互相诶调和，拢是互相诶调和俩。而真相性有不偏之处啊，拢是每一项物甲质诶能量不灭定律，拢在于平衡调和。啊，故我说常者，正是佛说真无常义啊。所以六祖伊所讲诶常者。正是佛所讲的真无常啊，真真正正无常啊。好，佛所讲的无常呢，都是因咱的土佛性如如不动，无像世间这些烦恼的经济，哈，颠颠倒倒、生生世世的经济，无这。
没有这一些，干那咱众生有家呢。好，佛必为凡夫话多，即亦无遐想。写啥？佛啊，必论假使为这个众生啊，凡夫众生，话多心话求法的这话多啊。即意邪常，我所即的邪的常，邪常就贪嗔痴就邪常，哈、哦，人类万行代志拢属于咱的，就是邪常，哈、哦。诸己圣人啊，以上界无上，共生八大八道，哈、哦，这种是八道呢，咱为就是八风啊，八风上个八风，八风呢，各真是种解说，咱呢，密宗啊，密教呢，哈、哦，咱呢。弥勒之八啦，吼，所体验的八风咧、八道咧，吼，八风所导起的，就是，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，影响着咱的心拢乱起啊，都八道，吼，八风。所以，两这两种的人啊，上伊无上计无上，常常伫世间只计较，斤斤计较是有上无上，无上计较，一定都在咧计较，所以造成咧。八方喜啊怒啊，我若正赢就欢喜，我若正输就无欢喜。好，我若输较惨了就哀，我若足赢了我就乐，很快乐。哈，所以八方啊，和八方啊，你计较世间只，或者是上个无上的事啊，你计较强行八乐，所以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啊，只的八方，可能会较颠倒跳跳。故一粒盘了义中，所以一粒盘经了义之中啊。这里破皮下根，今日呢要将各位啊，迄东西啊，咱六祖啦，家己立环境中间啦，家己念书破掉过去的下根的偏见，以显说真相、真乐、真恶、真正啊，来现在为众生开示啊，啥子真相、啥子假相、有相、真相、真正的快乐、真恶、真真正正的我，甲真真正正的清净、真我、真正。你今依然背义啊！你今日依然以这个经啊，这环境这违背这个意义啊，这个、义的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思想啊，来简单来断这个，来断掉哈，要灭这个无常，甲确定这死的些这是人死才是有常，这错误观念嘛。以错解佛的完妙最后彼岸，所解。这五界当时释迦牟尼佛伊要涅槃的时，讲这涅槃经诶，吼，这为然呐，众难千遍又何意义呢？你讲到迄个听几啊千遍的，那有啥物意义呢？吼，这就是咱六祖啦，甲这个智天啦，甲开悟诶，吼，甲开示啊，好，咱即阵暂时甲遮一个段落。